衰老速度快跟恋爱模式有关，哪一种人的衰老速度比较快呢？我的答案是 B。 我觉得恋爱会让人家开心，恋爱的时候呢，我们脑中会分泌一种东西，多巴胺会让你开心快乐。那这一段恋爱他会不准，他想哎呀，怎么从年轻到老，怎么就一个老婆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老婆，阿布雷要几个老婆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